9月20日当天，阿里巴巴创始人兼 B2B 事业群总裁戴珊发了一张照片，引来500多万网友围观。这到底是一张怎样的图片呢？原来这是一张马云正在吃饭的图，餐盘里装的竟然是方便面、咸菜和大蒜。这个配图迅速引爆网络，不少网友看到了这一幕后纷纷评论：首富真辛苦，马云不做作不炫耀挺好，坚持就是胜利，真是有股韧劲儿才能走到今天。虽然以为亚洲首富，但是马云也有普通的一面，就吃一碗面，所有风光的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的艰辛。